你想打一架吗？我的锤子也响。有的时候，你只需要做全军出击。明天不播吗？猴哥，播呀！干嘛不播呀？播呀！啥呀？狗头人？拉倒吧，这是猴，搁下路。咋的呀？狗头人？我想我们是在战斗吧。狗头人这么凶吗？玩狗头不至于这么凶吧？这么凶的话，会让人讨厌的哦。抠一下，撇没到。用心砸出每一锤。哎，好卡！别动！得了，死！为什么这么卡呀？你有精神病是吧？切！精神病是吧你？这么卡呀？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这可是挡不住啊！每一步都是更接近目标的一步。剑圣给我赶赶他，又在这打戏。我每次看见那打野，我让他赶赶的时候，他总是在打戏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回都有那个戏，都能刷新。抠你！给你扛个塔吧，你就直接抠他，其实他都死了，你都不需要，这狗头人都没带闪现，你就直接上去就抠，不行就闪现 A， 给我整的，我闪现给我整出来了，我都不想闪的吧，来，他比看上去还要高。说了什么？我走的路当然很多。兵线不错，刚好回家。他不是闪现 A 了吗？他直接 Q 接闪，等最后 A 不到了，直接接闪就完事。如果你在等着我过去，那你也许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了。你 A 谁塔 ？A 谁塔呢你？你他妈咋的？你咋的你？最好再加强一下你的防守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你咋的你？你咋的？狗！药你都不带。让我的锤子陷入疯狂。你要死是吧？药你都不带，药你都不带，切！你再 A 我一下，我
啪给你个大嘴巴子，你看看回来。哎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吃馅儿？经过我的允许了吗？飞！把盾放脸上！再见！看来没走这边。怎么的呢？血没到。假装走了，回头杀狗头人，看他靠不靠墙，靠墙直接把他杀了。我只是负责甩而已。再往下一点啊，再往下一点，再往下一点，再往下，再往下一点。OK， 不移动。鼠标怎么？哎，我靠！发生了什么？鼠标有点不听我话了。好吧，我承认我迷路了。瞅我是吧？真的，这狗头人连个药都不带，确实是挺厉害。炮车丢了，半个狗头人没了。你要死是吧？你在那回城，你再在我面前回城一下，我就把你抡死。哎，这个起飞。快跑！佛爷哥来了！再见！直接跑！直接跑！不好意思，有些东西太重要，无法放弃。那狗头人。这么点血搁那干啥呢？就你这不还是一换一吗？刚才你说我死了绝对不合适，我告诉你们，你真德玛西亚。盾牌。
分离者小炮。来个扫描，往下走，下路还行，中路也还行，打野也还行，才领先四个头吗？有的时候你只需要做你自己。没你咋那么狂呢？哎，你凭啥这么狂啊？我越塔杀你，你有脾气啊？你狂啥呀？你在这里？那就是一切，不是吗？这么不怕死吗？我发现现在的小朋友真是有点太狂妄了。干啥呢？起飞！真想去打个盹儿。圣意之锤！挺疼啊！打死我！可恶！如愿以偿，这边叫啊！你猴哥来这干啥来了？猴哥，猴哥打人想必是很疼啊。泽拉斯还真就不是那么很好杀。你应该把双 buff 拿来吧，猴哥什么意思？猴哥，猴哥想跑那不行。喂，哎呦我的妈，这吓死我！你先给我上去。我给你个大嘴巴！听说你零杠七装备行了是吧？我决定先补点魔抗。什么意思呢？美甲窃魂卷。那
这个泽拉斯不是一般人，我跟你们说，他不是一般人，他不是本地人，我们要稍微顾忌他一点。刚才那个没上墙，差点出事情。你的身体你挺狠呐，这狗头人！救一下，救一下！猴哥打人这么痛吗？我靠，这猴杀九个，这猴啥天杀九个了呢？十个人头了。早开 W 了，确实是开慢了，有瑕疵。瑕疵有点大，炸弹人干啥呢？打个小龙，锤子才是主力，我只是很能甩而已。上去杀狗头人，希望他别有凹痕。跟我来个人来，知道这儿有这么多英雄呢。没地方去呀、啊！我希望那位英雄喜欢我。左手。化为尘埃。给我杀！完，让猴给我杀了。哎，还行，猴死了。哎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感觉这挺难打呀，不太好打，我们有点上不去，我们有点上不去，对面的塔全没了，现在得打个大龙。我们得要条大龙。我有一个特点，不擅长倒下。
别什么东西都要，给我点东西，给我点东西。那红 AD 也拿，蓝你们也拿，到时候塞不动，泽拉斯杀不了。给点装备。来呀！队友呢？快过来呀！来人呢？来个人呢？来个人！剑圣！哎呦！打一半，剑圣跑去打红去了。你他妈还打红了，想一个给你抢了，真是操！这英雄伤害太低了，光右没有用。小龙拿没拿？小龙还对面呢。哎，剑圣嘛，每一步都是更接近目标的一步。你走。AD 刚才干啥去了？我给炸弹人吹飞，楼外下吹着猴了。
一个都追不上吗？你们？保一下 AD 呀、啊，保不住了。打的好烦啊！那剑圣没有一回能在的，每回人不在，每回上去喊，每回人不在，每回上去喊。哎呦，说八百遍，他一个过来团，过来团，就一个砍，一个砍，一个砍，一个人上去砍，一个人上去砍，哎，不听话呀。不追了，追不上。跟我团啊！我迷路了。过来打大龙。这猴啥意思啊？杀猴了，假猴。两个人打一个猴没问题吧？别回家呀，你回家我们还怎么打呀？那狗头人又拆不掉基地，关键是小龙也行吧，出点啥呢？出个冰心吧。家没了还打大龙呢，那你回家家不也没吗？那一个人回家就完了，俩人回家干嘛去啊？有的人他就不明白，什么时候该回家，什么时候不该回家。人家把塔推完了，你回家了，龙你不打，你回家他不也推完塔了吗？你总不能什么也不做吧？过来呀！是真德玛西亚。来人呢？不行就把那狗头杀了。你先把他撵跑了，我们还怎么杀了？哦，你想打一架吗？我这里剑圣呢？剑圣咋？不知道该咋办了。抓俩人继续带来。
你们四个人、三个人，连个狗头都抓不死。狗头一共三件半装，你们加起来的装备比他多三倍，狗头抓不着。回家收狗头吧。你回来干啥来呀？你去中推呀！我去，我受够你了，剑圣。我现在就想放，一个视频。拍完走。我现在想说三个字儿。我是梁志超他奶奶，你们怎么教育的梁志超？梁志超骂我大傻逼。我就想说这三个字儿。上票，上票，玩不动，休息了，兄弟们，实在是玩不动，溜了。给大家结个账。